좋았는 난 혼자 단가이 차라리 과일도 心情特别特别的好。安那讲？因为哦，有人搁惊领悟要来给你吃啊。我讲听。啊，老师，啊，那你知影讲哦，你领悟已经无啊哈，这叫做无啊，这叫做心有灵犀一点通啊，通去到倒位耶？通来到心肝来。哦，我倒位通来耶。通对位了。是什么人通乎你的呢？上知影我是秋妹。小妹，好呀，不是啦，上总理，我喝啦喂，小妹，不是啊啦，你是叫什么名家要来和老师讲的？另个来考的，另个正啊正，啊，另个哦，加几箱另个来啦，加你啊这粒不？加你多粒，大粒拢加你啊多，我记得是呢，我记呢，哎呦，老师他多个水下几个来加嘞，加来咯，吼吼，加个。我死嘞！哦，老师，你要当女一号哎！赞你啦，赞你！好啦，另外大家就大家永远的朋友，好好，永远的好朋友。虽然你秋妹，虽然你在他乡，你他乡寡力，但是呢，那么是小我哎，心连心，就共创一对连体。哇，跟什么对啦？
哎呀，所以有默契呢。哎，怎样老师哦、喔，本哥已经库存拢无啊，安尼呢？你讲的都食个涨啊，食个涨。老师，你再贵点，你敢怎样？二四六八十十十十个啦，十粒啦哈，嗯，三六九十啦，十粒掉，他多十几粒，存高粒，嗯，高粒啊，五缸啊，一缸涨两粒无？哎，涨几粒啊？咱的物件都炸唔能用，啊，就算炸唔起。好安尼哦。我问你哦，我都爱食鹏哥。系呐。足奇怪呢。我做做囡仔得安那呢。嗯，爱食鹏哥。我为什么爱食鹏哥呢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较早哦，我阿哥吼，我阿哥嫁出去嘛。嗯哼。啊，伊若回来哦，伊会买五料的鹏哥，和我阿妈吃。五料什么叫做五料咧？伊日本的富士的大料的啊。哦。啊！我阿妈都唔敢食，你知真可能都唔敢食。嘿，那迄较早好嘅人家有法度食个苹果呢？哎，就唔敢食哦，因为佮掺伊个布袋内面呢。好、哦，啊，掺个掺啊，袂记一日。啊，结果咧？到整个箱底啊，起个挖烂一边。哇！啊，结果咧？啊，就下掉。哈、啊！哦，啊，剩你一边，他说你要配配配配。这个就啊，迄个吼来个时阵，现在我个好台里吃啊。啊，我来食着讲，哇、哦，这苹果真好食。嗯。连讲哦，我大汉开，我若趁钱哦，全部拢要来买苹果。哎呦，要来炸暗食一粒，唔免炸暗食两粒。对啊对啊，谢谢老奶奶。哎，感恩啊！来，一箱，感谢。好，那看完鹏哥哦，啊对，我们今麦来看火灯。火灯，咱的火灯哈。火灯啊，来来看啊，这个哟，跳下一张，嗯，那是怪奇怪的哦。这个秋叶酒啦。伊后边这地是康心蕉啊，有看下吼？哇！伊咧康个地康心蕉啊，起来。哟！伊原本这个盆啊吼，是接放伫这个康心蕉的顶管呐。嗯。啊，伊即马吼，迄个叶茎传落吼，传落转甲蕉啊叶灌开。哟！啊，盆啊就顶开啊。啊，盆啊就无呀。啊，就啊就顶开就摕开啊。呵。伊即马无靠盆啊，伊即马靠土卡车。家己。所以你甲想哦，咱一个人工叶的蕉啊吼。压一万年，你手就酸啊！伊压压几年啊？你敢知？祖孙行压到真嘞！有啊，已经把蕉压个压偌久啊？你敢知？啊，伊这长两个愈来愈大长，愈来愈大长诶！阿姨，这里这边怎办嘞？吼，啊，都好去压。无要紧啊，那这就是业业无多。业业，伊一世人就是爱压压蕉啊！压一世人，压一块空心砖形状安尼啦。对啊对啊。哦，把它当成哦身体的一部分。修行，那修行啊。呵。连蕉啊嘛爱修行啊。哦，就是安尼哦。修行啊。好，好，哎，这算做早人的有无哈？早人的大腿有无？大腿啊，真的大腿啦，啊，不多啦，哈。对对对。啊，也脚床啦，哈。哎，真正嘞。哎，啊，大腿，哦，真的脚床啊，大腿，嗯，哦，啊，半流的蔬菜。都行嘞。都行嘞，说不得个都行。有啦。哎呦！哎呦！哎呀！打马克赛克啊！好啦，这个是咱会员活动哦，咱看到。咱活动哦，不管什么树啊，拢金贵种啊。哎，拢金老秘上人形啊。秘上人形。什么鬼？真笑耶！老师呢，比较较奇怪呀，较与众不同。我的眼光较独特啦。好，独审美观呐。含别人咧看无同款。嗯。一个物件安尼圆圆水水安尼好好，我感觉伊无水。嗯。在遐较靠安尼边边哦。啊，是靠气气，那叫残缺美。残缺也是一种美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所以要讲来，咱咧欣赏物件，角度是无。心里有美，看到全部都是美啊，你啦。花美美啦。不是啦，水啦。宝仔裤较要紧。哎，来，宝仔裤时间够啊。我来讲一件代志，先咱听咱的高太太带咱高阳。好。因祖囝吼，本地是有交一个男朋友啦，哎，男朋友足歹囝。啊，佮敢那听讲风声啦吼，讲有那个有咧抹一挂毒品安尼嘛。哦哦，啊这安尼要敢要佮交落去耶？啊，伊即马就是无爱互因祖囝交这个，买啊硬甲做互别人安尼啦。啊，有那有嫁互别人啊？吼，有那有嫁互别人啊？但是自嫁出去开始三年啦，因祖囝唔捌回来过。哎，那安尼咧？啊，即马佮太太想讲。可能三年多拄着疫情嘛，吼，哎呀，啊，阵做无人无转来，无嘛电话转来，拢无转来了，对。完全拢无联络。哎啦，啊好啦，啊，昨天结罪别人个呀，伊都人唔转来，我也无法度啊。伊昨个多看咱个节目，伊讲啊，我顺续好吃，顺续补一个灾苦嘞。对，有人赶早嫁补灾苦吗？无，伊先补伊个，啊，补尾个时阵讲啊，这好歹嘛，家己个早嫁佫赶早嫁佫补嘞。啊，有哪好吃兼补灾苦？你敢知影我心？安那。
差不多一礼拜报了一礼拜的时间，因昨天打电话妈妈讲妈妈，我明仔载要回去。哎呦，迄目屎拢连落来。哎呦，哦，真正啊，阿母另外是做主笔。有啦，来啦，缘分。赶紧来报财库的时间到啊。阿妈要报财库呢。哎，咱一份财库金300块啦。大份的哟。一份财，这一份300块。啊，你若要报财库的人哦，咱通常以前是拢初15。啊，无初26，一个月补两届。咱免啦，咱一拜就好哈，一拜就好。任何时间拢会当。对哦，啊，你即马，有诶讲啊，我财库金免啦缴300块，我讲介简单，你着电话甲拍互通。即马个当卡。啊，小姐，然后你诶住址、电话甲姓名。然后呢？啊，然后伊会寄一张单互你。你收着单了后，你摕一张单来去咱附近诶西门全家 OK 莱尔富地当缴啊。你拢免签名，免登记，免去消费哦。安尼就会当达到着，当厝内面就会当补财库啊。介利便，介方便诶。是啦，然后电话赶紧拍互通。哎，来来，老师看，即马清楚做好，无去甲你讲正好话。来你啊，喂。Hello。喂，电话通啊呢？玉英，玉英小姐，电话通啊呢 ？Hello， 玉英啊，哟，有人接无咧？老婆，你电话无开呢？是哪 ？Hello， 有开啊？有哦。来一双个接，一双接，阿婆，那无听到我。咱电话较好通了后呢，爱听电话，等下讲话，我伫内底咧讲话哟。有。来，赶紧的来，7890880啊！来，5分钟的时间啦哈。5分钟的时间，你帮我再讲老婆生哦。那。啊，咱的囡仔，咱的孙啊吼，因咧做工课，无咧看节目哦，所以伊唔知影补财库的重要。对。哦，啊，咱补财库呐，就讲爱开几落万，咱都免啊。咱一月日卡开300块，买一个财库金啦。啊，其他我无解开。安怎我是无赚你的钱哦？完全拢无收入啦。这是我义务的工课啦吼。来，你好哈。哎，你好。补财库哦，俺备工作啊，给你保平啊。啊！恁囡仔是随便安赚大钱来一耍，谢谢吼。伊无听到咱的声啦，哎，伊绝对无听到，快去话电视。好，来光进拢5分钟的时间，娘娘。来光进哦，7890880的电话。啊，为了无使讲吼，因后生有啦，我最近只来做工课呢，但是拢无存钱伫倒位啊。哎，叫做有财无库啦。完全拢无存钱。有的人足够赚的。唔过正手赚，倒手开。无菜工咧开。啊，开了了，舞了了，跋了了，啉了了，安尼啦。有。啊，咱迄个叫做漏财啊，有财无库。啊，对，伊个漏财就是有财无库。啊，咱即马改补一个财库，对，防漏财。系，安尼以后伊赚的钱都见会掉，都袂安尼乌白母安尼就对。啊，无，大哥，我拢月光族嘛，唔是凡凡呢。我都讲咱咧使怪手啊，使吊车，一个因遐后生啊，一月日讲赚你20万呢，拢无看到钱啊，拢开了了啊。啊，有一间因老母讲哦，无啦，甲补一个财库的。讲有够奇怪，讲家己讲安尼讲，哦，我要来欠一个某本未使啊，安尼赚，安尼那赚了了，开了了安尼。I know。是啊，阿妹啊，人伊拢一个月固定摕20000块因老母。哎，对，啊，这补财有补财库，绝对是有这个差别的啊。一定是有差的啦吼，来你啊，喂。喂。嗨，你好。这是。张辉。啊，张辉姐。好。我咧补财库。安排工作，家己保平啊。哦。哦，恁身体健康，搁大赚钱吼！来一双一双吼！来，你好。喂。嗨，你好。恁张老师遐吗？我张辉，你好。哎，老师你好。嗨。因无我要甲阮查囝补财库。哦，安排工作，甲恁保平啊。哦。哦，恁囡仔是说平安赚大钱啊？我是大家赚。啊，来一双一双，谢谢哦。大家赚呢。哎，迄人安尼介有大量。来，你好。哎，张老师。嗨，你好。我补财库。安排工作，给你保平啊！哦，啊，恁囡仔事事平安，赚大钱啊！哦，来三双，三双，谢谢啊！所以呢，那种真正做事大人啊，然后拢给咱后生仔，我今日补一下财库，介好诶。对啦，你像介侪这囡仔吼，少年的当出社会哦，啊，较无经验，啊，去找头路，啊，无人通讲去做头路，一寡钱去骗了了。有诶，严重连人拢无当来呢。对，安尼讲啊，真多呢。所以要保一下财库诶，保一个财库，保一个平安呐，这一定系安排工作啊吼。嗯，这唔是我咧分家规个有来过诶人就知影。足轻诶，早当时哦，诶，当开始咧，咱庙咧起诶时阵哦，迄人是安差吼。对，哦，咱讲出去真正，大家拢足踊跃诶，啊，安排工作都保庇大家有来诶人，大家。大家都拢有保庇着，嗯啊，所以哦，咱保财库赶快就是咱这个所在咧保财库哟。对啦，啊，因为我透早头落去，我来帮咱处理。好，有保财库的名单，拢上来个老师家。来，你好啊。啊，老师哦。啊，你好。张辉老师吗？你好，你好。
我张伟讲，嗯，安那，我在考，安排工作给你保平啊。哦，啊，恁囡仔是谁平安赚大钱哦？哦，一算一算哦，来你好。安排工作给你保平啊。哦，恁囡仔是谁平安赚大钱啊？哦，哎，三岁了，谢谢哦。来你好哦。喂，你好。哎，你好。我要补财库哈。好的。被工作给你保平啊！新朋友，哦，你囡仔是谁？平安赚大钱吼！来四川，谢谢啊！来你好，喂。啊，那不看你那来对啊，伊个现场。我现场，我正在现场咧接你的电话啊。那我说妻子在给你接听。哎，阿妈，嘿嘿，阿妈，我要甲阮先生保在过。哦，要甲恁先生保在过啦吼。哎，安被工作给你保平啊！哦，你囡仔是谁？平安赚大钱啊！哦，来五川，来五川，谢谢啊！先生保在过呢。来你好。我保在在口，安排工作给您保平啊！新朋友，身体健康，让你赚大钱。来，一刷谢谢。哎呦，那保在口，明天弄上来个老师家。是啊。啊，过工了吼，老师给他备工作价钱了吼，来病啊。这我头落去，我就先病啊。哎，安尼病完了。病完了，咱还佫催发财树，要花咱的财库金哦。哦，催。还佫催发财树。催完了后呢吼。老婆生，我报告吼。嗯。那财库金客的来去管那个金楼遐，啊，转到画画了哟。嗯，迄到对都拢会使。哦，也用对白拿。哦，你着到对拢会当补啊。对。啊，为什么大家拢买来遮补财库？嗯，因为遮个加一道手续，就是讲，咱每一个名谈名了后，咱爱去催这个发财球类。嗯。你催的。无赶快呢？催的会转倒开呢。好，安尼今日唔要请生咧。你看，这会无倒对无？对。哎，会无倒啊？催的迄个会拢倒开，拢淹起来，有无？哎呀，怎么会这么巧？刚刚好呢。哎，你好啊。老师你好。哦，你好。我要教阮孙刚今补债课。哦，安尼介好呢，安排工作啊，给恁保平啊。会记者呀。你那是谁？平安、健康，搁赚大钱啊！哦。来，二川，谢谢咯。哎，你好，喂。哎，补债课。哦，被工作给你保平啊！安乐，哦，你今仔是谁？专家，专家哦。哎，被工作保平，恁专家平安健康赚大钱啊！哦，来三双，会计人拢爱补债个。来，你好。喂，你好。我要救我。啊？啊？你叫迄个什么救我？哦，你稍等一下，来一双啊，救我啦！不是讲个时间真耐算啊。对哦。嗯。诶，咱诶，别讲台，感谢。朋友，大家拢物件拢唔免介绍的啦，用完个干那咧。我拢做信用的啦。哟，我咧做任何一件代志，我讲究的就是叫做信用。信用两字放头前。我绝对不爱无信用，做人无信用就等于无人格啊。个对咩？人格当然比金钱较重要诶哦。诶，人就是安尼。我真，大家在那要再孙去读册哦。上车顶起来，我拢一定交代，讲来阿公讲交代的话，我两个孙伫车顶了。第一，不能骗人，不能说谎。家训啊！哎，你好啊。喂，哎，你好。嗯，我是郭代考。安排工作给你保平啊。新朋友。哦，你今仔是谁平安赚大钱吼？来三双，谢谢啊。来，你好。哎，郭代考。安排工作给你保平哦吼。魏大哥。哦，你身体健康赚大钱啊。哎，谢谢啊！老师阿伯吼，咱时间的问题，咱都来说，给咱做服务。OK， 咱即马电话入来，哦，小姐给你做登记。好，我来进行咱的节目哈。好，来超级。金叉舞。哎呀呀呀呀呀！哎呀呀呀呀！啊，要变哎呀！哎呀呀呀呀！要变呀呀呀！上人啊！二三四，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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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二三四三七五，二三四，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，一。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，再来一次，一二三四一二三四
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，二三四相唱，一二三四，四礼拜，投资起，飘。我来讲阿呆的故事，你听了吗？阿呆有什么故事？阿呆啊，吼，嗯，跳死跳跳，往心去啊，可怜呐、啊。爱落去地港哦，啊，伊落地港哦，有，落地港哦，阿严罗我来讲哦，阿呆你在生拢无做善事，所以你才会趴位地港落来。啊，我跟你讲，嗯，我叫这鬼车吼，嗯。啊，带你去有三个门，看你要爱倒一个所在、哦，你家己拣，互你，互你有，互你家己有人拣。哦，会当拣啊！哦，伊讲，哦，好好好好。啊，只要在用完了后，可以当去淘汰呀，哟。啊，对对对。今仔飞车去开头一个门，嗯，见。你看到哇，刀山啦！啊，刀山。一落去哦，欠的拢砍过来。哪位？哦，这个袂，这个袂，这个袂。哦，袂这间啦，我惊死，我惊死。啊，买哦，好，不不不不不，来，啊，不来第二个门。佮出去第二个门啊？对对对，叫人性化。啊，你啊喂！啊，那啥物话第二个门来？哦，我遐咧煮金锁鸡哦，落油顶。哦，惊死，惊死，惊死！真正不来哦，不来不来不来你。今麦开第三个门，开开，什么会？哦，看到杨贵妃在甲东边风吹喇叭。啊！哦，地家竟然有这代志！你讲哦，我地家个人真享受哦，这人性化哦。啊，你有买这个这个门？最后最后最后安尼啊吼！这么个意味啊？伊就无，伊讲看到杨贵妃在甲吹这个东边风吹喇叭。伊个是要因为这间好嘛？哦，要这间哦。哦，这个好，这个好。好，好好。这个好，来杨贵妃，你起来，我带改吹。哇，你的，我来洗啊，来呀！我懂他乱起来呀。真正，俺笑笑个乱改。嗯，这都可能那是更年期的可能。是更年期。连连光连光。拿起来讲，哦，我要看戏，我要热死啊！要看导播啊，导播人看到伤灵的啊。好啦，好啦，好啦，关心咱的乡亲的朋友，老婆在开要紧。啊，今仔有一件代志哦，我那敢讲一下，咱一件好代志啦，一件歹代志。不是件好代志，要听啥歹代志？好代志就是咱这个大理北控制，嗯，啊，潘大哥吼。哎，潘大哥应酬咧。潘大哥，伊都归向的吗？伊一个开肺细胞啦，啊了后，伊可能离交互病房了，个转出来普通病房，为伊开始开刀，咱家回向加，伊个细胞生两粒啊，啊开的了，个即马离交互病房，个出来普通病房，啊即马出院啊，啊恭喜，真正好代志。明仔载透早要来找我，好，哦已经搞我预约啊，约好啊。我那要来搭小母牛啊，要来搭小母牛啊，一个安尼啦，嗯，这是好代志。对，啊那无好代志耶。啊，歹代志哦，歹事我吼，有当时阵我较不爱安尼做啦吼，有卖讲对啦哈，咱有一个朋友啊，啊伊就两个翁仔某。有来找我啦，起头是打电话给我，嗯，你讲因翁吼，最近啊血压拢定安升悬啦，啊吼，迄个颔骨啊紧定安硬硬啦，我讲问讲，哎，伊会兄弟兄弟，咪讲下啦，佫会足歹困，我讲紧去看医生，啊，讲无这中风安尼啦，啊，讲及时去看医生，啊，因翁都提起啊，哦，因翁听我咧下面某讲安尼哦，因某因翁是差者无交出来呢，意思讲我较会甲伊讲这个话，我、嗯、啊。你的镜头就是安尼嘛，就被中风的镜头啊，哎呀，都被中风啊，个你的血压一直降袂落来，啊，个阿妈讲今年个人会偏啊，你太危险了，你中风呀？因人就哎，等我伫电话中就听到讲叫挂电话，挂电话呢，听啊。结果下在因太太打电话讲因翁伫病院，讲啊叫医生看，讲无啊，含你挂了，下过当天就中风去大医院啊。啊，有严重无咧？啊，医生讲这可能。爱几十天才会当出院，几十天咧，读到的啦，算中度的中风啊咧。哎呐，我话个讲你免烦恼啦，一读到的哦，我有把，嗯，你那是别等于免找我啦吼，啊你那是读到的这，
你的医生哦，看看嘞哦，可以治疗了。啊，等下呢，就是去哦，嗯，免三月日，给你保证恢复正常。忙个天气喂。但是哦，哈，同款中风的人，我那一边的较无难啊。我那边嘛安尼啊，伊嘛是有中风过啊，但是你伊爱拍麻将，爱踢十步，爱跳多摆三档的，你看不出你有中风啊。但是有中风过人，一定一边的较无难啊。但是还有红绿树的中风。啊、所以这就是按天气早弄时。因某若确定了，我紧赶紧出了。哎，及时。哦，啊，唔得无代志。哎，啊，无代无。所以即阵若有高血压的，阿妈困起硬硬，骹手会麻的。尤其是呐，早时啊困醒看哦，老婆要注意哦。嗯。哎呐，早时啊困醒看，哎呦，规身躯顶壳壳的哦。这个细字啊，因为即马到这热人，你会解到流汗。啊，你若解到流汗了后，你会水分的无够。嗯。水分无够，咱老大人的血会愈黏。我讲的话，你甲讲个医生听，看有影无影？因为有个人就是拢搞着，无爱啉水，水无够，啊，即马血阁愈黏哦，即中风率就愈悬啊。唔是寒人较会中风，热人有哪做无中风咩哈？迄逼着热有哪安那哈？来操持功夫。拿票！招财进宝！豪气面对万重浪，来个双龙影，把双臂连环两攻。天刚竖开，竖到丹田进开，吹合合，爱天刚卡正入面。好，我的风雨，正平一连，正平一连，倒平一连，倒平一连，头前一个，后边一个较好个。二就是两连，三连三连，一口开过来也无要紧啊。好，我的风雨，一。我的风雨，一。火龙功，四绝。赞！哇，超级笑话。真的没讲笑话啊。他真的没讲这哦。他有够有型哎。哦。嗯。好啦，我来讲哦，一个抢匪啦。好歹人啊。歹人就对啦。嗯。爱多你。迄一条个暗巷啊，迄巷啊路无介大条，吼，拢无人个。啊，个暗时啊，我看着头前哦，一个长头毛个查某囡仔，安三抽三抽啊，正着咱做个油啊呢。起码啦。啊。起歹念啊。什么？要压？要改安怎呀？伊倒啊只嘞哦。嗯。咱对啊，别夹压嘞。哈。夹压嘞，讲来钱摕出来，安尼啦。哎，我无钱啦，无钱吼，那阿兰无钱吼，来，安那，我恁别哭钱，我本来穷啊，好啦，今麦长头毛哦，伊总来考虑人，他总来拄我伊啦，伊讲你是做咩为后边呢啦，我主动的哦，伊讲唔是啦，因为我头前含你同款啦，啊，半男女咩？个查甫诶，真正，我真用家咧，我。哎，头前行业同款咧，你爱赌头前。我正经，我来讲一个正经诶，石头背哦，伊要去日本佚佗啊，啊坐飞机嘛，啊要坐飞机诶时阵哦，迄导游个讲吼，石头背啊，我跟你讲只吼，因为吼你拢会耳鸣嘛，哦，啊这吼口香糖好哩。哦，好哩吼，了后你个别耳鸣啊，别耳康别弄弄叫啊，你看，哇，一号飞然后个好好好好，即摆哦来个飞到日本要落车嘛，落飞机了后啦吼，啊嘿，人个小姐个讲啊，一号飞啊来，你诶口香糖然后配出来吃，配出来好伊嘛，即摆一号飞讲无呢，我
口香糖呢？你是爱用布的哟、喔？啊，无呢？啊，我你今仔卡电话耳啊呢？我也知影你用布。人个耳鼻腔的耳鸣哦，迄包口香糖伊就袂耳鸣啦，唔是贴口香糖止鼻止耳腔啊。啊，你也无讲我清楚。真哦，石头鼻啊，唔是安尼尔啦。啊，够有哦。石头鼻啊，一摆吼啉烧酒醉啦。嗯。啊，若、就是讲爱都无够呢，啊无走去开查某安。参石头鼻啊，开查某。吼，石头鼻啊，我爱开查某哟。啊，去查某见啊你。嗯啊去哦，妈生妈生，那车啊，大家拢在无闲啊。哦，生理介好。了，哎，老餐呢是讲看石头背啊哦，食酒醉啊哦，无甲创一个迄灌风的无哦，迄充气娃娃。哦，甲整来就贵啊。哎呀，创一个灌风的好伊啊，恁就对。嗯。啊，就即马就甲带去房间里面啊，创一个灌风的好，诶，车到那好伊。嗯。啊，一摆你啊，你啊，石头背啊，惊甲面啊，青春走出来，啊，贵了，贵了，贵了，安尼啦。好想我嘞啦。啊对啊，老张讲无啊，石头背啊，啊想我。有啊。哦，你一间内面有鬼啦。太有无啦，我只挂亲戚咧。想我讲有鬼，你讲我听。啊，头拄啦，你穿你的七啦，我脚真配白苍苍啊。身材足好哈。对啊。啊，我是讲哦，我干闹一个看外好，我一个干闹人，小钱赔我告诉你。新朋友操准了林小姐的回话，赵那回。酒一杯又一杯，希望伤心莫相找，无意愈饮痛愈多。风一阵一阵吹，但愿悲伤放一杯，无奈如今的女地，情关难过，情人变冤家，情路走到这，梦已留在今夜，我不是你永远的爱。我爱你无少代价，偏偏你头热热，也不肯解释，看着我双脚走哪飞。我愿我愿为我牺牲你一切，偏偏你心凄美，何当家来受罪？为你好，我只不走那飞。咱的爱，亲像米烧炊。咱的情，今生哪能过？藏在心内的梦，才是永远的珍贵。一杯又一杯，希望伤心莫相找，无你愈饮痛愈多。风一阵一阵吹，但愿悲伤放一杯，无奈如今的女地，情关难过，情人变冤家。在今夜，我不是你永远的依恋。我甘愿，我甘愿，爱你无少代价，偏偏你头热热，也不肯解释，看着我双脚走哪飞。我牺牲你一切，偏偏你心凄美，何甘愿来受罪？为你好，我只有走那飞。人的爱，亲像
连你头里里也不肯解释，看着我双脚走哪飞，我茫茫茫为我今生你一切，偏偏你想凄美，何感激来受罪？为你好，我只有走哪飞。咱的爱，亲像米烧菜。咱的情，今生哪经过？藏在心内的，梦境是永远的情话。现代人，大家拢食好做勤苦，啊，油炒拢食较济吼。以前哦，若要食鱼、食肉哦，食大鱼大肉，都爱当拜拜。嗯。哦，啊，即卖人毋是三顿食，较无爱食，佫会当倒有够食呢。那无啥呢？咱无怪即卖人中风的人一大堆呢。以前若要食迄个猪肉、食鸡肉，嗯，真爱当拜拜呢。啊，无就当像我管人早要食，不然我阿公阿做鸡呢。我阿公阿做鸡，我阿妈拢炒一个米粉。啊，米粉顶管，迄个拢有切个三层呐。哦，佮上三层嘞哟。我听，伊即马炒了，迄三层用滴硬硬个摆开伫个米粉的顶管，互人看讲，哦，这顶管有哪有三层？安尼嘛袂歹呀。啊，迄三层薄甲比人拍皮较薄。哦。好只阿妈会多工作油嘞，作油咯。阿妈五六片啊，呢。哦。哎呀，迄顶厝内面一人一片呢。哦。真正啊。对安尼，啊！即我阿妈来，那咧无用，拢来，该见叫娘阿姐无，拢叫我顾啦。啊，都那真诶，真沙包阿无，洗脚杯啊，阮那个沙包拢倒袂款诶，真诶拢洗袂啊尔个，阮那善良人，迄人咧做字诶，迄都真诶。我那去看下胖胖阿个担，哎，佫袂歹，袂歹，诶，味佫袂歹，担担阿胖，一个担两个担，刷一块，阮那都，迄个沙包阿皮都黏你手哩。你们去哦，这卡真胖哈！啊，姐你呢？你这久的说，只不过十八年半岁呀！哇，吃了这样，我那妈看到这种公司，我那个变恶鬼。老师，你讲错位啦！你看没错位啦！变恶鬼啦！但是迄年没吃饭啊，我那妈没个吹我，没个用我血看的，我哦，少子你们也肯定做啊！还人个拜祖先俩，你当头担。哎呀，啊，都我这个讲来讲吼，咱要以前要食鱼食肉，拢爱当拜拜。嗯。所以以前的人，你要听人中风哦，介少，因为大家拢做嘛。啊，即卖人唔是呢，即卖食好做勤苦啦。安怎讲？伊都大行拢机械啦，唔免人工啊。嗯。啊，你都无啥出力，无啥劳干，啊，无啥咧振动哦。所以恁咱的循环拢会较慢。哦，拢血拢较凉嘛啦。啊，拢一定是安尼嘛。嗯。哦，啊，食老来哦。咱的血路循环一定都无好，一定的哟。啊，佮加上吼，即卖现代人的高血压介济，咱那个中风的人哦，你要注意啦，会中风的哦。你若甲医生，我当时会中风，医生伊无多甲你讲，你当时会中风。唔知。但是医生啊，甲你检查了讲，你有可能会中风。高血压群。哦。为什么第一，你呐爱啉烧酒的人，你听我讲哦哈，爱啉酒嘛容易中风哦。啉烧酒的人啦、啊、吼、嗯，因为啉烧酒的人，你的血管内面的脂肪会较悬，血油会较侪啦。对，绝对的。啉烧酒的人，血油一定会较侪。嗯。所以，介侪人啉酒退酒了，都中风起啊，介侪。因为你啉酒的时候，血管会顶开嘛，啊，你退酒的时候，人会寒无，咱的血管会缩落来，啊，像这人去叫缩落就无呀。这血油都你只存一旁，本地只阿苦，只阿旁无。啊，你卡本地个卡血油啊。卡血卡安尼啦，佮叫缩嘞都无呀。佮中风啊。你就带一开始抽啊。所以，足侪饮酒的人哦，佮退酒了，咱中风起的是安尼，会当酒佮戒掉。啊，食薰的人呢，食薰的人哦，伊会破坏咱的血金壁。嗯。你的血金壁本地像安金金嘛。对。啊，你薰食到尾啊吼，你的血金会壁会像安尼，安一抓一抓。搓搓就对啦。诶，会搓搓啦。搓搓啊。咱初初你就知影，血油就会卡，啊，就卡卡。食薰的人介个中风，就是因为伊卡血油。个卡嘞呀！啊对。啊，蛮容易中风去呀。对，啊，过来就是咱那个。糖尿病。有高血压的人。吼。因为高血压的人吼，咱那个缩缩压那压落哦，伊欠光去哩哦，会得长脑筋。啊，有时啊吼，你若去踢到伊，就带一卡一枪啊。
哦，这拢这拢要讲开，就是安尼，出危险的。三高容易中风。过来，咱那年岁有诶老大人啦吼，因为咱老大人咱无健肌吧，啊，咱的血管吼，伊血管咱除了爱柔嫩以外，咱老大人血管已经脆摇，佮拄着咱拢一点皮包一点肉。无啊，都咱的健肌吧是咧负责，搁兼负责甲咱的血管甲饲，血甲饲好行，像阿伯行安尼同款。不过，咱都无肉通去压吧。无啊，拢无健肌。所以你的循环拢会堪歹。啊，循环啊，歹有好无好，你问你家己。以前做少年家时，脚手足软溜嘛吼。啊，即卖咧。哦，即卖脚手安尼真硬正。嗯。啊，要鼓励，要爬起来，哦，要冲啥，哦，拢无同款无吼。这就是咱的循环歹啊。啊、你若暗时啊咧困，倒会定定哦。咱循环道理无好啊，倒会定定，无咧震动哦。啊，无咧震动，咱门管搁撑开。嗯。咱门管会喘气嘛，伊会流失咱的水分，咱的血会愈黏。啊，所以你若困醒，哦，啊，规身躯那样顶酷酷。这个人，这个、一万摆拄着一摆，你着西欧那那，你着。中风去呀。你着惨嘛。有血个拢袂好啊！迄落民生卡都稳落啊！好中风。啊，那有人你含你做位大得好，我上边上会好。啊，那家己个哦。孤单老人。就系啦，你看前几天新闻单报呢，无咱新北市啊，嗯，迄有个人死，佮互家己个狗仔食甲无半。哎呦，阿弥陀佛的。哦，迄就是老人，我着烦恼安尼。嗯。老无啥啦，咱介惊嘞，惊讲哦，万一啊拄啊，哦，咱个叫踢掉啦，带一卡一手要喊救人个喊袂出来，也是讲。吸得当年也是循环无好，你也袂振动，惨啊！迄间枵了枵死啊！所以绝对袂使中风去。袂使啦，袂使。那不会造成机体的残障。那讲到这个中风的工课，咱讲事实啦，讲袂完啦哈。那不是按张辉一个观念方法落哩。好。第一，柔嫩你的血筋，清除血油，预防中风。中风就无咱的份啊！那不是，好唔好？好。啊，是要中风，互人解散。无爱。大家嘛无爱，都要空壳咪个。来，宝牛干宝贝。身体健康，吃到170啊！快来五红中风。不管你抽什么烟，其实你正不知不觉远离健康。烟害防治法修正七大重点，强化烟害防治管制措施，禁烟年龄自18岁提高到20岁，保护青少年健康。全面禁止电子烟，不得制造、输入、贩卖、供应、展示、广告及使用。为了避免青少年误以为无害或好奇接触，烟品不得使用公告禁用之添加物。禁烟场所再扩大，大专院校、幼托场所禁烟外，酒吧、夜店未设有独立空调及隔间的吸烟室也都禁烟。为了增加警示效果，烟盒警示图文面积增加为50%，增加健康风险评估审查机制，指定烟品及其必要组合元件需经审查通过。为全面禁止电子烟，违法行为加重罚则，民众使用也受罚哟。烟害防治法，保护你我健康。来啊，赶紧啊，老婆婿哦。玩家人讲这件过头了吼，啊，人惊40就40岁了哦。只要40了，不管查甫人查某人哦，什么人拢爱这罐，这罐叫啥？叫做稀油，稀油，怎会稀油？阮倒解济呢？系啦，我有观点咧。即马咱台湾吼，一家庭内面啊无稀油哦，迄对时代对袂着。落伍了。我讲啥稀油分啊？安怎分？分三等。对三等。上中下。安怎分出来？你啊看咱咧沙司面啊，关级的无？嗯。一锤哦，500-600。一锤鸟。哎，一锤鸟。啊，你来低级的哦，一盘300块，规家伙也食袂了。所以咱的稀油咧。稀油要食，咱食上关级的，咱即世人都无遗憾吗？来看一个。来。非安东的哈，非安东的哦，加拿大进口的，那你清清清的哈。顶级鱼哦，清清清，咱要吃当然个爱吃上盖顶级的咯。上顶级的哦哈。顶级鱼哦，专台湾敢那有呢啊。老婆山，咱这世人都呐，安尼这左脚掉，咱都无危险嘛。嗯，上好本。啊，有那无做啦哈。啊，一个我讲听哦。安呐。来，一罐的，免你一千块。你1000块，老师送你1000块。1000块啊！2罐2000块。买2罐送2罐。买2罐，老师送你2罐。啊，干脆都加送1罐啦。我顶电话看，我讲我老师加送你1罐，今仔日1天尔啦。你可能下买是4罐，我今日电话看，我讲我老师加送你1罐。来，我跟你讲，5罐又带2000块。阮家的老婆生吼，大家有哪足爱水啦？啊，爱水就要搁开钱。我即马，互你免开钱。好，1罐咱的面霜哦，送互你。
Q Tone 海洋胶原蛋白面霜，搁送你。迄有抹过吼，大家都学了啦。大家都清楚。这款面霜有抹过，大家都学了。对，这款啊，抹干像遮水啊。哦，老师个都是拢抹这款啦，抹到愈来愈缘投的啊。愈来愈少年。嗯。来，一个六组都好，你给我起来六罐啊，六罐啊，六罐，今仔日提提六罐。真啦，维靠我都会加上你一罐胶原蛋白面霜的对哇。哎呀，安尼安尼，好，好，一组一罐啊，一组一罐啊，一组一罐啊，吼，啊，安尼吼，两组两罐，哎，面霜，啊，六组哈，这六位啦哈，好，空八空空空一米五八九的电话哈，空空空空一米五八九，咱那前二十位够加上一罐啦，啊，够加面霜，啊，够面霜，够面霜，前二十位，前六位叫你啊，六位，哎，好，来，啊，我今麦来开始要接电话哈，好，北部五组，中部五组，南部五组，花东平湖五组，多二十位，前二十位，二十位有上一罐哦哈，好，啊，前六位。搁加上这款面霜哈，搁是啦，我再加上这款面霜，安尼哈，这款面霜送给你老师咧用的面霜送给你。啥呢？好，这款你都诶，敢那水抹落哟，嗯，伊袂黏黏，阿嘛袂起起，拢袂啊水足好摸，足清爽，哦，足足打伤就对啦。来，赶紧来你好啊，一位，你好，哎，你好，你好，我陈大哥，叫我要一撮一撮一撮钱钱钱，我来一撮，无牛跟你无牛，就是来这款啦，来你好啊，喂。哎，好，这边到，哎，好，来，你上波牛的波比的就是，来，你好啊，喂，哎，春山加一哈，哎，好，啊，来，沙双波牛的波比的就是，春山万，哎哎，黄金啊，喂，来，你 go， 我走，来，四双波牛的波比的就是，中意啊，来，黄金要春两个人，春两个人客，春两个人客呀，好，春这两种呀。哎，有抹过，大家嘛赶紧吼，这款就免钱买。来，啊个最主要，这个查甫拢会当抹。Q Ten 海洋胶原蛋白面霜。啊，你水抹没有？你水高帮水好帮啊。嗯。啊，打打伤伤，哦，啊，真油，抹得真油。来，你好啊。喂。喂。新朋友。来一刷，谢谢，无牛给你保保，谢谢啊。来，你好。喂，大哥，拍摄我打多少挂掉呢？来，你刷，来，你刷，你刷，你刷啊，你刷。来，你好啊。喂。喂，哟，阿叔呐，阿叔哪里？来来，沙双沙双，谢谢啊。是你，来你好啊。喂喂，张老公你好。哦，来细双细双，谢谢啊，细双谢谢啊。来你好，喂，张老师，哎，你搞加玻尿酸好不？玻尿酸，玻尿酸，玻尿酸啊，谢谢啊。你好，我来问件，我唔免讲过多。我们讲完个咩呀？喂，你好啊，喂，哎，你好，新朋友。买好吃，买好吃了，一双买好吃了，谢谢啊。老师，阿恁的顶级鱼油要哪只？早暗两粒，两粒两粒。哦，咱早暗两粒啦哈。哦，咱那个房间房后拢无要紧啊，那无使，咱这组绝对袂使。啊，引导老其他品牌鱼油。我今麦阁讲一个较中肯的吼，就是讲你若准做无搞我买。对。你老亲戚朋友厝边隔壁有人咧卖白种白煮的鱼油，你有哪无搞买？你有哪敢买来吃？未使无吃啦，一定爱吃应该啦。无搞买无要紧，你有哪爱去甲别人买来吃？嗯，哦，啊，你若讲白买鱼油，这组是干哪？离咱会员同甲买会着？因为是顶级鱼油，这无钱赚的啦。老师无赚咱的钱，但是这对咱老婆婿100%帮助的啦，足够大耶。所以我认为讲哦，无赚钱无要紧，阮家老婆婿都拿安尼当安尼赚着一个安尼。啊，你看看我安尼安尼维持健康安尼看偌好，对不对？啊，来，所以咱老师今天伊特别老电话沟通，加送你一罐哦，啊，佮咸咱的面霜一罐，加送这两罐哦。我咧面霜你是哪个送的？老师，你好人做到底啦。哦。哎呀，有你已经超过呀。哇，我真正钱到钱咧搞不掉。你已经超过，根本就超过呀。佮三分钟得啦。最后三分钟。沟通的赶快一罐我那送好你啦。Q Ten 海洋胶原蛋白面霜。哎，赶快送一罐啦。送这两罐啦。空八空空空一零五八九八八个三。好。中部个三位，南部个三组，按到啊啦。最高组，空不个五空一零五八九嘛，你好。喂，哎，张老师你好，我是组。你安静啊吼。哎。哦，你好个再靠通哦，可能你买无着。来，计算咱就是。是啊。这组，咱的面霜哦。对。你即马那鱼油搁有咧食，啊面霜搁有咧抹吼。嗯。100%。早暗来抹。啊你哦，抹到底，你欢喜到底，你都。你都用完身躯的时候，你敢抹身躯抹了？你等下摸到底，哎呦，哟，张伟无骗人呢。你抹身躯上无菜，抹面啊。哎，来你啊。哎，哟，我要买一撮鱼油。来一撮试试。顶级鱼油。你好啊。喂。喂。小姐啊。来三撮小姐嘞，三撮小姐嘞。来你啊。喂。
喂，哎，你好，你好。喂，哎，你好，怎么通？好来，四川，四川是谁？是你家的小明。是光景老来喂，喂，在呢。好，啊，这款俺阿婆做一波啊。来，光双，光双是谁啊？光景开时间你要干嘛？哎，来，你好。喂，赞赞你好，这种老婆对哦，好，你那蛮蛮欢喜，爱计算，你个想讲连你咧蹦都欢喜，你按个你蹦哪蹦哪爱蹦。啊，这个时候老师一摸完，感觉讲哦，这款真正赞，真啊，让咱老婆生来摸吼，绝对好，扎扎好诶。你的辛苦洗好，叫恁阿四过来收收咧。嗯，哦，哎，收出感情咧。哦，迄我赞你，来你好啊，喂。喂，我你今年进来鱼。哦，来一双，谢谢，真啊。顶级鱼友。真。空不共同，空一年五八九，电话分出啦。好好，啊，恁继续拍电话啦，吼。赶快，我那上真人管吗？哎，赶快啦。好好好好好好。好，哎，空不共同，空一年五八九啦。继续看。怎么做开？没什么人见你见，十分冇见你见哟。你讲啊？来，咱的玉鸡玉玉鸡玉什么鸡的？玉鸡这样点不会关键哦。萍水相逢的人哦，来，咱的老婆子来到这里，你想讲给老公啊？萍水相逢的人。
咱人哦，拢袂当挂无事牌啊！啊，人生无常呢。哦啊，要讲开，人的人生多像天气安尼，发出去就出去，发落就发，卡里就卡里。当时要安怎，咱都唔知。所以咱每一人，逐工当里啊，赶紧来求平安啊！较早一句话讲哦，关门厝内坐。啊！雨泼对天窗都落落来，嘛有这句话呀？系啊，迄雨甲叶落雨的雨啦，啊，甲迄个叶啦吼，迄个像讲青叶啦、水叶什么叶吼，即、這个两个代字吼，安尼合起来吼，你甲听，关门厝内坐，啊，雨哥泼对天窗落来，啊，用即个雨甲叶来代表讲哦，人坐伫厝内面哦。天顶都有那，哎，好诶，有那对天顶转降落。人个伫厝内底啊，那个有好位天顶降落诶。哎，你伫厝内边咧看电视啊，车隆隆入面咧。这暗时无啊啦，新闻报告呢，前几年阁有一件新闻，有一户人家暗时啊伫厝内面客厅咧食饭看电视啦，啊，想未到一只失事诶军机哦，全载落。啊！都正正对对，咱对因的厝顶全栽落，当场现死三个。人生无常。你厝内面食饭，食到叫飞机拢是，你要甲讲互上听，要甲古早人讲拢笑死。这就是讲关门厝内坐啊，雨泼对天窗落来，所以人拢要保一个平安，就是安尼。哦，啊，这件事件，你讲安尼是不是含这句话作数合的？所以这句话咧形容，就是你讲突然间来，互你预料未到的啦。哦，你家己无多预料的灾厄就对了，所以这种的灾厄，每一个人拢有可能会去碰到，每一天咱拢有可能会发生，这也是咱人生无常的另外一个解说啦。虽然是安尼啦，但是咱若无比到规工里啊，惊惊吓吓啦吼，咱免烦恼啦。咱抱着是福都是都唔是厄啊嘛，啊那准做是厄，伊就走袂过啊，咱也免去担心咩啦。坦然甲面对，好好啊过你的日子。卖想伤济。啊，卖甲想伤济就对。啊，都请神父甲咱保庇一下，安就好啊。无人咧外头，有时阵吼，处处甲以人为先，有诶嘛闪未过呢。诶，祸端有诶闪未过呢。这也毋咱家己本身诶作风有关系啦。哦，人诶做代志就是爱低调。譬如讲，有诶人做个店诶，店里诶财势好。有一挂人若有钱吼，也是讲啊，赚到钱了嘛，爆发了吼，啊，就好，住大金厝啊，豪宅，开名车啊，路在请遮济，啊，迄个生活就非常的奢华，啊，迄作风哦，就互人对你就会孝顺嘛。你常常好嘢起来。哦，人就孝顺哦，这个人好，这个好贵哈。咱以前有一个富家地主吼，就是好嘢人个囝，就是安尼叫我们放。绑票啦，哦，这些东西，这咱会当讲是啊，关门厝内坐，啊，雨泼对天窗落来，迄人伫内面有哪样向压出呢？做无辜的，啊，你都钱济啊，啊，都电啊，臭屁啦，这就是会啦，这含咱家己的背景啦、身份啦、家己的作风啦，哦，拢总有关系啦。所以哦，咱一定爱戒心、小心以外，做任何一件代志拢爱谦虚啦，哦。即爱有迄个谦虚，爱有咧调个对啦。万个字安尼，哦，安尼，安尼电电安电电工好，你安怎？哇，无去调啦。花侪钱啊咧！咱卖去用个咧称斤重啦。哦。一称啊，有够重，你代志就来啊啦。较低调诶。人较低调。梦想够电啊！哎，电唔是安尼电法咧。唔是电你诶钱介济安尼。是安尼啦，系啦。咱咧电就是咧电咱做人做事。哎，好人哎，啊，做人做事啊，啊，好人会欣赏，会娱乐，哦，卖食到这个年岁，讲啊，食到这帮年岁，够安。那皇宫这句话该无忌惮呢？啊，老无善咯。咱食到这帮年岁，够皇宫安呢，就是表示讲，你年岁增长，你的地位无增长呢。所以啊，够安啊，老人家讲，食一撮，学一回，你唔是说老倒叫了老说倒退路，就变安尼。啊，你嘛未使。未使，好加在阮老婆说有咧看个节目，有长智慧，咱的地位拢有咧提升，哦，对不对？个对老师做功课，哦，做好个，个母女嘛个好奇咧，哦，真正学到个，点歌啦，
咱张辉哦，是啊，该不爱去讲啊，卖去讲啊，因为哦，直接点歌。哎呀，因为因啊，伊这两天心情好，就是六百天无落雨啊。我冇，嘿嘛是爱落雨咯，我根本就是。嘿无落雨，因为嘿面露金露高。哪有啦？唔是刚看一地了呀。哎，这跳汽车舞，那你偷看呢？嘿，我唔是我，嘿背景。七八九空八八空啊！七八九空八八空。咱这屏东的电话，咱外婆头那要敢点歌头前，请麻烦你加一个空八啊！空八哦，七八九空八八空。一通电话讲三句，对三句。我到底我什么人？我听什么歌、啊？简单扼要，用明了。我吹藤条，小烫烫。哎呦喂啊！中烫烫。马背马背。大烫烫。哎呦！哎呦！哎呦！哦，我感觉。老师，你卖熊熊干嘛？你卖错就对了。喂啊！哎，老友啊，我在用线课。好。看七在直播。OK， 拜一轮哈。好，谢谢。哎，谢谢。那你好。哎，张老师，你好。哟，先生嘿。哎，表情乱情。好，拜二好哈。好，谢谢，感恩。没没好，那你好，喂。喂。哎，老大。你好。表哥。哎，走掉。别问将嘞。啊，你走掉，我们皮卡拢唔捌看嘞。书记大哥，我电视好用啊，有啦。啊，电视拢有别人点来看。好嘞，好。啊，今天拜六有啦。好，好啦，好啦，好好，谢谢哈。那你好，喂，喂哦，喂，老师。好，陈小姐。哎，你好，你好。我今日收阿姨那对人照。阿姨那对什么人照？啊。哎，我拜四号啦哈。好，谢谢。好，拜拜。啊，你好，喂。喂，老师啊，我爱华，爱华姐，我要点无人就衰。我给你拜五号哈。好，谢谢。谢谢，拜拜。那你好。喂。哎，老师你好。你好。啊，给你点一条，我要我打在屏东。你比较安呀？嘿，我比较安。哦，那你只你只姑你知无啦？啊，我知，我可以看咧。可以看哦，哦，今麦较大只哦。感谢你家。感恩你家自家很大只，我只故意的。有，啊来，阿要听什么歌啊？解酒。解酒啦吼，我爱拜人个嘛啊。谢谢，好，拜拜。谢谢你啊。啊，好。感恩。没有，好，谢谢。那你好。我点着黄连歌。什么歌？我歌谣坚定。有，阿要点什么歌啊？凡人歌啊，凡人歌你啊，哎，我好了，我要带七楼了哈，凡人歌哦，你好，你好，有你好，啊，张老师，你们迄唔能遐个讲笑笑个不多等下，哎，安娜，王小姐，谢谢私信我，你好，妈妈听你又播中，啊好，没播我当，感恩哈，好，拜拜，我那忙相当，来你好。啊，你好，我叫林胜伦。你好，我叫的混血生。混血生拜高恒哈。哦，谢谢，来你好。张辉老师。有。阿英啊，老师。你好，叫阿英。你在讲食肉爱炖声，你在讲着我的心声。哦好，啊点歌，点歌来。我不爱点啊。哦，不爱点名，好，谢谢，好，无这不是开讲时间啊，拍摄，来你好。喂，阿英。哎，你好。哎，雅慧哦。雅慧啦。哎，对，雅慧。有。好久不见呐！啊，对呀，像你一样的好久不见。哎，唱什么歌？我要点歌。好，什么歌听？哎，怀念的播音员。OK， 我拜托啊。好，好啊，好，拜拜。这个雅慧哦，读国小三年就听我广播电台啊。到即卖呢？即卖已经嫁人成囝。哦，即卖怀孕囝，你得看看先咯。含阿公拢在咧听我广播电台。嗯。你来看嘛。正前辈啊！高和的哈，高和哟，哟，高和是咱台中的玉梅姐，点就是挂起个魂是英雄，志是胆。
是英雄，只是大。啊，不过吼，这都是爱有命的人才开有法度开到这些钱啊。因为讲要有命吼，人的性命是爱活得有简单啊。简单。啊，当然你那是各会等退休。啊，佮活了佮有计，佮有等退休，这是咱每一人的愿望。咱的追求目标。人哦，那不算。人啊，等退休，第一身体有健康。你讲遮吵讲，遮排队啊，啊遮哦，啊这如你从啥物拍的？嘿，安尼。拖磨。要讲开吼，身体啊，介无好，安尼唔知要安怎。唔知要过几日。哦，对唔对？身体无好，其实咱拢有机会通好好开啦，只是讲。咱带一老大人都唔知影变哪处，唔管你进什么病哦，老婆你听我讲啊，当兵嘛哎哟，款啊，同款啊。咱有一个查某人哦，伊是生鳞癌，啊鳞癌伊都化疗做了啊，啊都离厝内面咧静养，啊静养哦，啊都拢一直变未开啊，啊伊身体都拢一。反正做化疗了后，就落他妈啊，就未食，啊，就未食，啊，过来准做会食嘛，食无济，啊，人拢未生肉，就无好看，就对。啊，伊啊，但去迄验，拢指数拢未，拢降未落来。你的癌指数。嘿啦，啊，尾啊，伊打电话我讲，你营养甲补好够，我叫营养甲补好够，因为你本身无营养哦，你就无多吸收遐要癌的物件。吸落呀！啊，你就吸落啊嘛。好，你长。医生拢会讲一句话。倒一句。人拢唔是破病死的。啊，无咧。人拢是因为你的营养无够而死的。我老婆说，这有影哦。我本身就当病了。对，看未出来呢。早当时我做隔离治疗，哦，我这个拖磨啊，我做那皮包骨呢。我无骗你，我较早那皮包骨呢。看未出来，老师叫我做用的咧。我讲你听哦。你即阵若有生过歹命的人，啊，电疗、化疗拢做了啊，啊，真咧静养，你会其实你的营养一定爱有够。你安怎才叫营养有够？诶，医生就甲咱讲，人哦，就是拢总营养无够，所以你无抵抗力，所以你含白毛正你拢正衰，你才会死互伊看。咱讲真正，先咱人诶，有人做化疗做了，人会勇挺挺，伊就是营养补会够嘛。对。啊，有诶，未晓啊，未晓都捡出来啊。爹地爱仔，哦对不对？介侪人拢身体营养无够，爱臃肿。所以你要想，目睭无好诶人，营养无够，你目睭拢未恢复啊。嗯。你看伊眼科，安怎看拢看未恢复。目睭营养无够嘛。你营养嘛无够啊。好。啊，咱心脏爱营养嘛，爱营养啊。心脏无够咧，你无够，你无营养诶人，你心脏要靠咱。无力。你吃了莫打吃二啊二的，你甲差百一来一会惊？未惊啊！你无够电啊，就营养无够。老实说，我讲啊，你就听有啊嘛。原来哟、哦。所以，当你营养若有够的时阵，卖讲是包括你的五脏六腑、心肝脾肺心，伊都拢对你用起来。你都免阁坐轮椅啊，红塞啊，老无塞咯。规身躯拢无。你都免坐，你都免当咩红，甲你车跋变红，人甲你淋滴啊啦。老无塞，我讲对唔对啦？啊，大家拢足忝的。重点就是，让你人家己本身你会感觉，哎，该困的时阵困，啊，该精神百倍，这就是咱老大人爱。咱要等退休，第一这点要先做会到，这点要做会到，免讲啊，其他免讲啊。哎呦，抵抗力！俺张威哦，早当时哦，迄阵要公开嘛，是有那身体无好的时阵啊。该拖磨啊，迄阵。哦，啊，你即马人身体无好哦，寒啊，惊寒啦，热啊，惊热啦，啊，该熬感冒啦。啊，啰啰嗦嗦一大堆，你身体无好，你人啊咧，你讲啊像疫情啊，人别人阿未掉，你也掉啦。人家流感无掉啦，你也咧掉啦。什么货你当拢对咧掉啦？你拢流行拢无输人啊。拢卖嘢啦。老无山咯，遐咧都唔掉啊。拢从胃掉到胃掉诶。遐一摆就害人咧，老无山。按张伟今日就要甲咱老无山讲，为什么食老咧，大家身体拢歹咧，啊毛病拢一大堆，因为哦，咱三顿愈食愈少啦。啊！你准做有咧食，有诶嘛未吸收啦，所以你营养无够。讲来讲去，就是这营养无够。我吃人喙齿白啦，介侪嫩诶啦，介侪甜诶啦，你就无食。哦，我讲啊对唔对？他食个迄几项啊？对啊，安尼你买营养较有够，绝对是无够诶。恁咧囝啊，买个炖鸡炖肉，我们叫炖板鸭，又搁未堪要食补啊？未堪进。诶，老人食老人补，迄老热老诶安尼未使呢？伤热未堪进补。
啊，你喙齿白，啊，这也袂当这，安袂安怎？啊，你器官搁欠营养。啊，过来啦，糖尿病的人啊，毛足侪物件袂使食伤济啊。嗯。啊，搁你无营养啊，这也袂使食伤济，迄也袂使食伤济。咱较早少年的时阵哦，咧趁钱，逐项拢唔敢食。即马趁较有钱啊，这也袂使食，这也袂当食。莫怪你身体你无好啊。哦，对啦，无啥讲属性啊。嗯。所以，咱人的身体要会定开，唔管你即目前有啥物病。你听我讲，得重点哦哈。好。不管你即阵糖尿病也好，高血压也好，腰子病啊，心脏病、肝病、啥物病，我高病拢唔管啦。包括你细腰子的。哎，哦，细腰子的最上重要。另外，细腰子的细到尾啊，拢死死糊糊，你倒当咩无？拢无营养营养。都我咧讲的，你任何啥物病，你啊咧看袂好，食袂好。有个人感冒，人三天五天好，你咧高病一两个月高病好，你的营养无够。因为你抵抗力歹。你无迄、那个。无咧抵抗力，无咧抵抗力、啊。因为营养无够。啊，张辉，安尼要安怎？啊，我搁未堪要补，安尼营养要对来。啊，我三顿搁食袂济，要安怎啊？啊，三顿搁食会济，你嘛袂吸收，你会有啊？嗯。俺张辉吼，广告遮就要甲人讲。真的。我用我相片互你看啦。好。哦，肯定讲无讲啊，张辉咧分家规，我这人真正，你看我相片，你看嘛，以前无，迄阵我是。身体当无好的时阵吼，谁歹命啊？迄偌可怜呢？迄皮包骨呢？哎，这是穿大领衫才有安尼呢。啊，这个已经读研究所了，好啊。你看即马，用到哪衫？即马我肉地未落呢。顶翘翘嘞！所以老婆仔，你阿免就像张伟安呐。嗯。咱都吼，安尼营养个保护有够。啊，你后你的精神好开，啊，精神好开吼。你身躯顶若有一寡毛病，你看医生吃药，伊就吃会行。啊，吃会行，伊就会好伊。哦，目睭爱睁开，暗时会好睏。啊，心脏有力，啊，肝也免烦恼。啊，迄个腰子也免烦恼，上就这个营养补有够先。你即马有咧看医生吃药，伊就吃会行。规身躯的营养，哇，这方法介好诶！安尼你就会当家己爬起来。行路散步，唔免得啊，红轮你给送啊。你个有力啦！老婆生，咱的体力就有啊啦。啊，人要当退休就吃安尼啊！啊，抵抗力不足。到你啊，讲来连喘气都无够力啊！啊，牛个倒上锁，可怜呐！迄英文报告倒来，你倒上锁要倒一世人呢啊！喂，对不对？英文个报告，哦，你有体力起来时，伊自然就会竖开就会大腹啊嘛！对，你有啥物通好烦恼？像咱少年的时阵安尼。老三，讲千讲万拢无路用啊！只要这个方法你也要用，老婆仔咯，嗯，食到175，唔是问题啊！来，保留准备跟保平，身体健康吃饱哩，给你补充营养啊。不管你抽什么烟，其实你正不知不觉远离健康。烟害防治法修正七大重点，强化烟害防治管制措施，禁烟年龄自18岁提高到20岁，保护青少年健康。全面禁止电子烟，不得制造、输入、贩卖、供应、展示、广告及使用。为了避免青少年误以为无害或好奇接触，烟品不得使用公告禁用之添加物。禁烟场所再扩大，大专院校、幼托场所禁烟外，酒吧、夜店未设有独立空调及隔间的吸烟室也都禁烟。为了增加警示效果，烟盒警示图文面积增加为50%。增加健康风险评估审查机制，指定烟品及其必要组合元件需经审查通过。为全面禁止电子烟，违法行为加重罚则，民众使用也受罚哟。烟害防治法，保护你我健康。来，按张威手客这关哦，任何一个大人哦，拢总需要伊，尤其是年岁愈侪。啊！你一路个愈身体愈无舒适的，你愈需要伊。俺张伟也无这款，今仔日无道理只大细声、来看一下。来，王姐，这款是啥物呢？归安东的啊，欠卡也袂掉的虎波灵，看了虎波灵啊。虎波灵，我做一副波别波灵干的灵。虎波灵，你讲个这。
关就是安母啊，要赐予咱的啦。大家拢爱食的。早当时，俺张伟那不是母啊赐这罐给我，我今仔日也无多解，而且讲这罐。啊，老师愈来愈用呢。哦，什么用呢？我已经十一年无加配啊。一罐1000块，一个月份。我讲你听哦。两罐2000块，两个月份。这任何人，包括咧做工课的人，拢会当食啊。对，查甫拢爱食。啊，你顿免订鸡订肉，订阮照订饭噶。咱直接食着重点。咱营养甲补好够，咱老大人甲冻会久啊。互你金光强强滚。啊，咱人。冻的顾客唔免咱啰啰嗦嗦，这介重要啊！免两罐，老师送你两罐，送三罐啊！这罐搁加落啦！送你两个靠山，老师去加送你一罐。啊，那么五罐又得2000块。好，那无使咯。一工剩10外块。这哦，好啊！你着白米啊，较甜的哦。这哪干一撮哦？比恁两个较少。啊，你较久都冻的。我都甲老婆说，讲恁庄仔头遐老人拢无人咧食，干那你咧食哦。苦巴凉。遐人走了，你又去用钱给你啊？因为那有苦巴凉。你唔免烦恼啦。嗯。电话也无压开，你输人啊。对。我讲你听来。电话靠通，加送你一罐哦。一罐搁也加落。Q 碳海洋胶原蛋白面霜，搁送你一罐。安尼哈，安尼靠你开一个2000块呢。加送这两罐呐。2000块，食食五个月。要对错呀、啊！老师，老师无赚咱的钱呢。无啦，啊！你这都哪有关等于咱的囡仔来做初当的？嗯，哦，你就提这回家，依靠体力。继续。哦，继续有体力。工课咧做体力较好。拢未忝。啊，咱老大人嘛，即组有咧食哦，咱老人较有动，较免搞啰嗦。因为咱直接食重点。不管你什么人哦，即任何人拢需要食愈多，身体愈恶劣哦，哈，愈脏哦，哈。维持健康。空八空空空，另外八叫八无五组。北部。中部那五位啦，中部啊，南部啊五组啦，南部花东平湖五组，安怎20个都？只有20位才有优待。太神啊！20个搞我着杂志啊！啊，这一个介绍一摆，介绍一摆呢。就是今仔日来，咱哪位等会收的电话赶紧拨通。来你嘛，咱拢跟老师讲话呢。红包连几多？赞，你做啥？来啊，替我给你讹了嘛。来，一双谢谢。好，你继续听啦。保留给你保庇。来你哦。喂，你好。哎、欸，我一组。好、哦，赞！我来学了，母牛该保庇，吃个170块啊！来二双二双，谢谢啊！老三，你怎么样吃？早暗一粒豆啊！早暗吃半包，一粒一粒。早暗一粒豆咯，免吃多哦。好，下再一粒，啊，下暗一粒馒头啊。免直接吃着重点嘛嘞，你不免点鸡蛋。你若要吃其他的产品的其他物件，拢会使甲参做伙吃的。好不了。重新再买一摆。嗯。你会欢喜一世人啊！好，感谢老师有这组。真正我骗你，你会欢喜一世人。今日电话靠通加上这两罐哦，后一组个剩4罐2000块啊。对，来你啊。喂。哟。我一组。赞，我给你学到啊。今仔面霜有哪赶快有送给你吼？来下山，谢谢啊。新年。来你个。喂。嗯，我这边台中要一组。台中啊吼。捡新田啊。来，四山宝林给你保庇。哦。啊，吃到170块啊。哦。我阿叔叔给你站一个好位、嗯、哦，来你嘛？喂，哎、欸，我这是做，你的有，嘿嘿，好来，无牛该保平啊，食到170块啊，你想要尝试啥？老师，我跟你讲，好，我跟你站落去，你这边两组、你三组拢过一盒，你今嘛有这组都唔是问题啊。哎，这样好了，我拢食10多单啊，老师佫食20几单啊嘞。老三，你到哪有这组有保平？你都拢免烦恼啊！来叫的呢，哈，什么代志你拢免烦恼啊？你三顿叫价，但是咱火锅店你爱早暗一粒一粒呢来做来吃。哎，来赶紧啊，来用啊！哎，嗨，你好，你好。啊，我一组火锅店。新朋友，你这组叫对吼，你较久都有动力，吃到170块，来二双，谢谢啊！哎。我们维持健康，快快乐乐过日子，恁拢家己来，唔免靠别人。啊，你免订机，订门，订订啊，订门叫订房间，来你好。张老师呀、啊，我要吃美方。来，无电话给你保庇，吃到175，来三双三双，来你好啊。喂，我进去做。扣上。赞的，好，给你学了，无电话给你保庇啊，吃到175来四双。还没扣上。哎，来你好。哎，张老师。哎，你好。你好。买老母长盖当上一罐。来啊，五双小条目前的老母掌上一罐，谢谢啊！老母掌上了海洋胶原蛋白面霜，咱都有生意。来，你好，哎，你好，嘿，新朋友，新朋友，恭喜你啊！恭喜你，保庇，保庇，保庇，你吃到175啊！来，一双一双啊，谢谢啊！来，你好啊，你好，你好，小慧，哎。哎，安娜，一招，来三双，保庇，给你保庇，吃到175，来，你好。
我一组有保龄，新朋友，来二双保龄，来保龄啊！食到一百七十五啊！你在下面给做有体啦嘞！来你个，哎呦！哎，老师要我不知道。赞的，给你学了，来新双保龄，给你保龄，食到一百七十五啊！来你个。老师，我直接挂掉去。好，安尼哦，来，一双一双接电话啊，一双哦，蛮好。来你个。我挂一组啦。赞你老婆，说我给你学了。阿伯，你还可以保平，食到一百七十五，三双，三双啊！你身体愈无好，愈需要有保龄哦。哎，咱年岁愈济，咱的愈需要哦。这个有保龄，你更加需要。这是任何一个大人拢爱吃的。这袂使无，我拢吃。按怎会较尽量搁早暗一点？哎呀，我拢早暗一点呢。啊，这不是干安尼呢？不是干那讲安袂搞啰嗦，你的人会愈来愈少年呢。哎对，愈来愈好看呢。哦，那你啊？喂。我要叫一招，好来，哦，老婆菜，我跟你学了，你后抓起来像应该夹得掉啊！来一双，谢谢啊！这招是人的底子。我牛仔毛病，食到一百七十五来了。喂，哎，我一招。哦，好来，你一双，我牛仔毛病啊，食到一百七十五啊。哦，这人的地基啊，地基啊，怕好在哦，你唔惊树头做红太阳？来了啊！阿头姐呀，阿头姐呀，我阿头姐也十多年啊，起码只做姐的，搁在老兵啊，就搁火力足啊，蛮爽爽。阿卢还都笑了呢，阿头姐。来你啊，喂，哎，米姐，阿米姐呀，啊，米娜，来谢谢，米娜来谢谢啊。我一辈子会啊嘞。哎，来你啊，哟，笑没？来五双一组来，保龄跟保兵，食到一百七十五，谢谢啊。我保龄人的地基。咱吼，是啊，咱人都要食三顿。嗯，三顿吼，就是要补充营养，但是营养无够啊。无够要安怎？所以无就是无够，人家会搞啰嗦啦。怎么办呢？这种阿婆诶，吼，吼你点讲强强强，强就对啦。对，莫怪你今麦人拢顶开，拢好看开。啊，你话？人拢跟老师食同款诶。喂，喂，哟。阿莲，一双小时，无就给你补皮，食到一百七十五，来你好。喂，新朋友，嗯，新朋友，咱住伫倒位？在板桥。板桥来玉山宝牛给你保平，食到一百七十五。恭喜你，吉吉好运。今仔有买，给你恭喜，还佫剩一分钱尔。来个要优待呀。无卡无机会啊。哦，就会个剩四万两千块哦。好，爱赶紧佮一分钱啊。把握机会。空八空空空一二五八九点那个三号。好。地中南个三位都，身体愈无好愈需要，你身体愈无好，真正愈需要。哦，那像我拢爱食，个何况身体无好的人，咱身体无舒适的啦，哎啦吼，来赶紧啊，空八空空空一零五八就三位啦哈。最后三组啊，我要来分吹啦。啊，老婆再继续卡个三组有无？恁卡电话啦哈。这老师无趁咱的钱，老师真正纯粹哦，在做善事，要帮助咱老婆生嘞。讲善事，我无遮伟大啊，都会当过阮家老婆生。这我就尽力而为，因为这老师假如真正赞嘞，才介绍我老婆我做会到，我尽量做安尼啦。哦，好，老婆生。准三周。来，赶紧来，来你啊，喂。喂，我是周。美玲，美玲。一双宝牛给你保平，一个一百七十五。来，一双。老公啊，老婆生，继续拍电话。哎呦。哎呦。七号呢？七号的呀，七号是咱糖的油啊哦，点一首歌叫做《阿母的手》，来这首歌，咱的蔡大姐嘛，刚爱听了呢，咱的蔡瑞霞大姐到底欣赏。
发挥着咱母娘慈悲的心，扶持咱母娘终点照明，给咱个差两位哈，个两位都圆满啦吼。啊，一月日一百块银，一工差三块外银。哎，都像咱去庙拜拜买一个金纸安尼尔，其他拢无加开。咱啊年岁较济，老大人身体人较啰嗦的吼，轻松个呀。啊，阿婆扶持一个啊，一月日一百块银，啊，保庇一个，让咱较紧健康的，啊，人较平安的，这较重要。诶，囡仔伫外头咧做工课，还是伫国外？哦，啊，久久啊，转来一抓车，咱有哪看袂到啊？就有哪该扶持一个。你若讲扶持咧，爱开几多钱，开几多万，安尼就唔免啦。嗯。咱怎会唔是迄种人啊？对。你都咱买扶持，咱总是要加无变啊，都买一个金纸一百块钱安尼尔。一个月买一间金纸。啊，就像去别人拜拜安尼尔嘛，吼、哦。哎呀，赶紧啊，来你啊。喂，哎，你好。哎、欸，我有看到我护士，我昨有打电话护士，迄、那个瑞燕的燕，你写唔对啊？来，唔对，来，你甲小姐讲来一串吼，谢谢，你甲伊讲哈，因为咱讲字一个音不如字啦。哎、欸，来，你好，老师，哎，你好，母娘慈悲，甲你保庇哈。医生，哦，你身体健康，长岁寿哈。哦，食到175吼，来计算，来计算吼。哎，你好，喂。新朋友，哎，你好，来请讲。你好，我在好奇。无牛猪皮，给你保庇吼。哦，感恩。啊，你身体健康，长岁寿啊。是。食到175哈，来三双三双。新朋友，恭喜你。来，你好哦吼。小师，我在好奇。啊，无牛猪皮，给你保庇哦吼。灵药。啊，你身体健康，长岁寿啊。哦。啊，食到175哈。哦。来四双四双哦。来，你好哦。安瑞，阿姐哦，阿姐呀，我咧好奇，安保你嘛，甲你保平啊，谢谢，啊，你身体健康，长岁寿啊，哦，我咧食到275，我加100回呢，阿姐也加100回，275了，阿姐啊，伊贪钱又死啊，你真是，妈啦，那老师你是连蛋包啊，你要扁啊。啊，好奇嘞！哎，那你新朋友？哎，那你好奇一位，你一百块钱呀？那你好喂？张辉嘿，哎嘿，张辉啊，我又叫我好奇哈，叫咩报灾课？啊，咩好奇，佮咩报灾课啦？吼，你叫好诶，张辉甲讲一下啊，好。诶，叫做福慧双修啦。诶，安保牛猪皮佮保镖，你等会修啦。食到175啦哈，够你大赚钱啊！来一算，谢谢哈，你讲的那么久。老师，伊讲吼，老师呐，讲一下好话啊。咱迄个福慧双修，就是咱迄个母娘当天借名300块，好钱。啊，补一份这个灾库300块，按多600块。按600块都福慧双修啊。原因就是出于老师完全无收任何费用啊，恁从迄个生的一钱，请生的一钱呢，吼来信起来啊。所在家己的啦。啊，讲啊，家己啦，啊，唔免请人，啊，你唔免包红包啊，唔免，啊，都干那买一个灾库金，啊，一个无年金安尼尔，要变嘞，这是一定爱嘅，叫做福慧双修，阮家老菩萨大家皆有智慧，知影会晓安尼做，啊，但是要安怎好钱呢？啊，你都电话拍好通掉，你即卖个当卡，啊，你小姐留你嘅住址、电话加姓名，然后呢，啊，了后伊会寄单互你，收到单了啊，你摕张单来去附近嘅 seven 全家 OK 来尔付得当交，你都唔免签名，免登记，那唔免收小费。啊，唔对，来你嘛，我是个无在课。哦，甲你讲伊叫做福慧双修啦哈，啊，无量慈悲甲你保庇啊，李大姐，身体健康，长岁寿哈，哦，食到175啊，哦，保庇你赚大钱啊，来你上你上哦，福慧双修，我老婆在那，安尼即马好时咧，会咁多好困啊，嗯，来你好，嗯，喂，哎，你好。我要好奇加保财好，福慧双修哈，啊，母娘啊，慈悲给你保庇哦吼，哦，啊，你身体健康，长岁寿啊，食到175哈，哦，你工作个保庇你赚大钱啊，来一双，谢谢啊，新朋友恭喜你，来你好，喂，嗨，你好，哎，老师你好，我重点借名，哦，母娘慈悲给你保庇哦，美人，啊，你身体健康，长岁寿啊，有，谢谢，食到175啊。来三双三双三双哈！欢喜欢喜！来你好，来，嗨，张辉，有，你好，你好，我是杨月进呐，我头拄啊有买迄落足钢筋的，啊我，这不是广告时间，啊来四双，不是广告时间啊，不是广告时间，啊别讲，给你保庇，给你大赚钱啊，哦，有，
咱哦，迄个那是需要好些老婆婿，包括有啥物款的人呢？咱即剩一分钟尔啦吼。啊，咱若有要扶持的人，爱赶紧啊！包括咱像大巴肚的查某人，有心的人，啊，若有扶持，扶持咧，咱咧生产会顺利，囡仔佫会好有饲。赞！哦，咱啊，囡仔伫外头咧做头路，用囡仔的名，咱都要搞扶持，互伊安尼出出入入平平安安安尼吼。来，你嘛？你好，我咧扶持甲保在靠。哦，富贵双修呢，无简单呢，安保娘甲你保平啊。哦，你身体健康，长岁寿啊。新朋友。啊，你食到170啊。哦。别讲我保你，比你大赚钱啊！来一算，谢谢哦。来，你好哦。喂，我咧扶持个保在靠。哦，富贵双修啊。安保娘啊，准备甲你保庇哦。哦，你身体健康，长岁寿啊！新朋友，食到170我要保温起来咧。哦，好好，啊，保庇大赚钱，来二三二三吼，来你好。喂，你要当位啊？哎，我是。我保在国家好奇，好奇啦。迄叫做福慧双修。嗯。安保娘准备甲你保庇啊。哦，好啦。哦，你身体健康，长岁寿吼。食到175啊！新朋友，阿、啊、伯，别、啊、工作，伯比你多赚钱来刷刷，谢谢啊！新朋友介济，来你嘛？喂，阿华，喂，嘿嘿，喂，宝仔哥，哦，别工作，阿、啊啊、哥，好奇，哥好奇，阿好奇，哎，叫做福慧双修啦，哎，阿伯你嘛，准备给你保庇啦啊！阿华这呀，身体健康，长岁寿，食到175来刷刷，伯比你多赚钱，来你好。啊、你好，我要保在靠，阿、啊、要听你大阿讲好话。好，俺爸工作给你保平啊。月经。啊、哦，你身体健康，啊、哦，你赚大钱啊。哦。啊、来一算一算哈、哦，谢谢，来你好。喂，老师你好。哎，你好。要保在靠较好钱。福慧双修，俺保你嘛，做比给你保平。新朋友。啊，你身体健康，长岁寿。食加175，别、哦、工作，佮保庇你赚大钱来试算，谢谢啊！来你好，你好，系，我要保在好加好钱。哦，福慧双修哈。好的。安保娘啊，自备甲你保庇哦吼。小英。哦，你身体健康，长岁寿哈。哦。食加175哈。哦。啊，别工作，保庇你大赚钱来试算，谢谢哦。恭喜呀，恭喜。来你好。哎。哟。我要好奇，好奇没娘自备给你保平啊！春梅，啊，你身体健康，长岁寿啊！万一阿伯收着啊！食到175来高山，你跟小姐讲吼，哎，来你好，喂，你好，来，春梅，安娜，哎，新朋友，来，你说，你说，你说，我听不懂啊！你信号不好，来，你好，喂，哎，哎，我要好奇，甲宝仔哥，哦，好贵双手啊，吼。安保娘啊，自备给你保平啊！身体健康，长岁寿。哦，和你食到175啊！新朋友，做工作保庇你大赚钱哦！来，二双二双，谢谢。新朋友，给你恭喜，结得好姻缘啊！咱今仔新朋友嘛，作者呢，欢迎，咱大家拢作者，欢迎。啊，要甲你讲个，就恭喜你啦！嗯，你今晚好事呢，姻缘开始就好过啦。啊，哥未做恶梦，吼，这上重要，来来做功课。就是张伟丽在恭请咱保娘慈悲主公菩萨来给咱保庇哈。在咱这个凤山区保安二街286号五张干烧，高雄中街交互病房卢合斌，和平区雷山里福寿路26号陈王春友，咱高雄医院院栋15楼，和在这个交互病房3层黄美玲哈，永中病院急诊室3层陈进虎。内埔乡丰田川中正路418号廖玉琴，英国区中正三路147巷南河5楼桂月琴，南珠区松德路317巷高龙7号陈宇浩，北投区兴义路142-4号7号林宗明，破住中街病院6楼18房张坤勇，板桥区大地街55巷2号2楼，咱个。贵宾郭妹妹，过来就是咱的，台南北区武胜路36巷44号，詹中金霞，高雄永中病院6楼王宗水，而且恭请保娘慈悲跟保庇，
让恁大家身体健康，一切顺心哈。那么咱就有真济位跟咱母娘冬天照明来扶持，一个月一百块，工资非常大哈。平清燕、庄进，咱邦桥区的贵宾郭妹妹，过来就是咱的黄元峰、詹忠金霞、王崇瑞、陈敏辉、尤维通、尤王黑柱、陈伯全、陈美飞、林子云、林素莹、丹雄聪、苏金发、张瑞燕、何明虎、何树强、王光月、陈建立、詹俊铁、区议员、陈所焦弟、彭素梅、王建中、潘丽琴、王明雄、王姓准、黄富贵、蔡进行、蔡李玉顺、蔡林辉、蔡柏林、李高球、吴美玉、林志和、李俊明、台客李是历代祖先，陈阿信，而且恭请保佑主笔跟保庇，让恁大家身体健康，一切顺心哈。当政府消极，实在应受监督，公民做灵通，地位开通，弘扬法的改正常。在王公前面出台阶，福慧双修，法气充满，咱今麦进入到咱的智慧容易。手把青黄插满田，低头便见水中天。绿巾青青风未多，退步原来是向前。又过来到着咱智慧容易这个时间，时间的关系，咱直接吼来延续咱昨昏的这个话题。咱讲到着什么叫做迷失自信，唔知影事实真相，唔知影这虚空法界，一切众生甲咱家己是一体。所以，当你迷失自信了后，就会升起你的妄想、分别甲执着。即咱来甲讲总名叫做习啦，习。所以呢，咱的习法界无量无边的法界，就是安尼变现出来，于是咱的自信性德。无多做主，啊，什么人要做主？煞变成你的梦想分别执着在给你做主，这就是叫做法相啊。法相中讲的叫做八识五十一心所啊，在给你做主，那就是做主妄业。纵然你做一切善，依照大乘佛法来讲，也是同款的做妄业啦，因为伊是八识五十一心所做的。不是五十一心所，就是咱的妄心，伊唔是真心啦，唔是真心做的，也是同款恶啊。真心做的才是善嘛，所以十法界内面的四行法界，就是咱的声闻、缘觉、菩萨、佛，总统佛教，所以伊所做的就是咱这个恶嘛，伊唔是善的嘛。为什么？因为伊无明心见性。伊毋是用真心嘛，用真心所做的一切拢总是善嘛，所以出来用妄心做的一切善也是同款恶啦，因为伊无见性，所以你认为你做的是善，但是同款也是恶，所以你做出一切善业，出不了掉这十法界，所以一真法界内面一直发心菩萨，发心菩萨是咱讲分正分慧啦，这个慧分正分正分正慧佛啦。伊用的就是真心啦，所以伊所做的拢总是善的。今仔咱伫这个华严经典方看到现在同住五十三参哦，咱的圣者婆罗门，包括着甘罗辉王，包括华所弥陀路哦，对不对？伊所做拢是十德因嘛，所以因是善的。为什么因安尼是善呢？因用这种手段来帮助众生明心见性，来超越到这六道。超越到十法界，所以是善的嘛。这就是诸佛如来的一个名义，咱唔捌，所以咱看到感觉我真奇怪，因为这唔是咱的境界。佛讲到这样的代志，就是要为要度到咱这娑婆世界的众生，度咱这十法界的众生，
伊有宽较方便啦。哦，你现在当初去参访的时阵，伊有礼敬，伊无赞叹，因为因用的手段不善，这个是叫做恶道，恶的方法也会当来度一切众生就对了，恶道啦。哦，但这爱看众生的根性，应当用什么款的方法帮助伊，咱就用什么款的方法，就像咱教囡仔同款，爱甲鼓励来鼓励，爱修理就爱修理，爱念嘛就爱念，同款意思。所以佛伊无定法。佛有能力来观机，凡夫不能学啊，伊无道啊。为什么不能学？因为伊无离开着妄想分别甲执着啊。要学这种的这个方法，难免拢会坠落去地狱啊。所以佛教化众生分真侪等级啊，亲像咱咧学校咧办的有小学、有中学、有大学、有研究所，每一个阶段啊所教方法拢无同款。所以咱爱认识好清楚，咱即阵。只算是修行呢，所以咱修行遐尼真侪年啊！哦，别讲开，咱的功夫是有的人先啊，阿个无好，因为咱无对根本来修，根本就是咱习性业道嘛。这就是咱佛法修行一年级的课程，无论你是大乘、小乘、因高、别高，拢总是同款，往这做基础嘛。所以净土法门上界基本的，就是咱净业三宝。第一条咧，好用佛庙、书、弘书、书中、诸心不杀，修习性业嘛。唯有真正修这个习性业，才会当孝亲尊师，才会诸心，才会当来落心啦。那无习性业道，孝亲尊师啊，诸心全部拢假，啊，全部拢假。所以咱罗岗观的这些圣王讲，世人所做的极当，这个罪恶，拢总是不孝父母，不敬祖先啦。什么当中古著的第一点条件就是安尼。所以念佛才会当来生到凡圣同体土，古著的这两条。往生方便有依托，三福圆满具足，生到第十宝庄严土。所以上界加行土，还佫加咱第一福落实在咱这个十行业道里呢。哦，时间的关系，今日讲我做到这，咱就要做回向。总归念一句，请你对我念一句哈。愿以此功德回向诸众生，解脱三界苦，解发菩提心。请讲哈，咱个第一盘开，这两嘴、三嘴、五嘴，佮吞灭十个分子，爱给一路吞一嘴，别念一句阿弥陀佛的，请你。这么难看，听哪里？这么看刷电影玩，没得分。种种灾厄如灯火，斑斑祸患似水消。佛愿无念点灯十二愿，第一愿事业兴旺，仕途高升；第二愿身体健康。长命百岁，第三愿招财。欢迎秀上的百花，今夜又搁想起你。
嗯。